中寮乡的高山高水，加上天空步道的价值，游客是愈来愈多。自从步道开幕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，平均每一天拢上千人来这佚佗。伫今仔日，中寮乡公所是特别找出第十万几，伫其前后两名几百户的民众，为因赶上回客，除了赠送中寮乡的农产品加一个香米以外，佫颁发了证书，要鼓因伫未来半冬甲一冬来时间，会当来天空步道。免费佚佗。得到回扣，甲大家做伙庆祝。这位年岁超过八十长辈，是天空步道开放以来第十万位礼拜恒区佚佗的民众。我拄到十万人，有欢喜无？有哦，欢喜哦。嗯，大概假日的话，有时候是1500至2000左右哈。平常的大概是有时候700-800。有时候会到达1000哈，好，阿头刚好今天，我们突破10万人次的那个游客哈，在今天产生这样子。另外，乡公所也选出第99999甲10000名游客，送着在地农产品、金蕉甲蜂蜜，也颁发证书，可以伫未来半年至一年不定的时间来天空步道佚佗，完全唔免钱。讲一零一安尼哦，我感觉讲安尼哦，为了当来中奖安尼哦，我嘛是讲心内哦非常的这个感恩加欢喜。十万人那一个部分哈，我们给一个一年的免费的入园的一个优待哈，另外他的上下互奖的部分，我们给半年的优待哈。那夫妻共什么60周年啊？是。自从天空步道开幕到即马，平均逐天拢有上千人来园区佚佗。在短短三个月内面，就已经超过10万人次。唔，那是促进地方的观光，嘛，让来佚佗的民众会当看到中寮乡的好山好水，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